感恩者岳云鹏孙越。谢谢。干嘛这是在这打架的？这是。谢谢朋友们的热情标准后台呢。啊，刚才二位说了一段绕口令，一段传统的相声，二位说的不错，下去休息一下。这场呢，又把他换上来了，换一场，沉痛的、隆重的跟大伙儿介绍一下，这位，我这告别呢是吧？我这隆重，有好好的，隆重的跟大伙儿介绍一下，嗯，这位老师叫孙越，是我，孙老师，您老师，我们二位给您说一段，对，大伙儿都知道，今天这个节目呢是一个特别的节目，专场，叫做《鲁豫有约》。对，为什么叫鲁豫有约呢？今天台上的这些个演员都是山东人或者是河南人。哎，鲁豫有约，对，他呢不是山东人，也不是河南人，也不是。那么说他为什么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了呢？就透着那么不要脸。实话实说，你要这么说可没意思了啊。怎么没意思？怎么能透着不要脸呢？都是山东人，都是河南人，你干什么来了？那我算鲁豫的朋友呗。鲁豫的朋友孙越，孙老师，说相声年头也不少了，也不短了，二十来年了，二十多，打小就喜欢相声，都得打小学，说的特别好，您夸我，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，您客气，那是郭德纲，你说他干嘛呀？您也不错，不是你朋友，你别提他啊，您也不错，哎，您的口齿也很伶俐，是是是，表演也很大方，您瞧出来了，很多东西都应该向您学习，您客气，今天在座的观众可是不少，不少，有这么一个小问题想问问您，什么问题啊？您得如实回答我，您要是好问题，我就如实的回答，回答哈，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都有什么呀？傻了吧，木讷了吧，你等会儿问就您这还号称小北京呢，还谁小北京啊，我改蹬三轮来了吧，不是，先生，这相声四门功课都什么呀？说学逗唱啊。不是，那有你这么问的吗？谜底就在谜面上啊，多么的悬疑啊，没听说过，有这么问的吗？你得说，我问错了，你问错了。说学逗唱，四门功课是最有难度的，就是唱。唱，今天有六场节目，各位，哎呦，我的天，琢磨琢磨，行了行了，好，这手都掰不开镊子了都。什么叫掰不开？六场节目还至于这样？两只手，这不是六吗？没，是六，那多罕见呀！这么比划，这么说我没六，对，你太没六了，这就行了，六。这就可以了，六，这高科技。你连小学都没上过吧？六场节目，很少有人唱。对，其实唱并不好来，不好来，并不是你低了嗓子就能来唱。什么叫低了嗓子？就是长着这个啊，长着这个就能唱？其实不是，不是啊，需要很多这个专业性的好条件。哎，比如说嗓音一定要开阔，听你字眼，开阔，让每一个观众都能够听得见。打远儿，首先说经常练习。哎，本门的功课太平歌词，对，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舌传，我估计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应该听过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就纳了闷儿了，干嘛还上口啊，还得博舌传，显得那么有学问。你是有学问人吗？你是啊，你甭说这，你什么学历，管着吗？那不会聊天吗？这不侮辱我？没有啊，您别想这好事啊，你这你勾引我干这好事干嘛？我还侮辱你？没有，瞎说，直播废话，谁说的也不知道。你先说直播，你说你什么学历，你告诉我，这就直播大学怎么了？直播怎么了？好吧，我错了。你到底什么？说清楚了。高中怎么了？那就是初中。这还不行呢，小学没上过学，想让我怎么样？你估计说胎教都不行，你信吗？我曾经胎教过。没有啊，你曾经劳教过，你应该是。你说清楚到底什么学历？跟学问没关系，就是博舌传。白，说白好，
白蛇传，嗯，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。哎呦，嘿，行了，嘿，白色的长虫，这是有学问人吗？这在那儿转，哦，在这、白蛇传嘛，对不对？就是盘绕的意思，唰，一圈一圈那么转。您说这贪吃蛇呀，这是？啊，你还用诺基亚呢？对了，我看，什么叫诺基亚？我们找到 iPhone 了。没说这个啊，四 S 店出的呀。哦，对，是。什么都不懂，您这是买车送的是吧？啊，什么四 S 店出的呀？不是 iPhone 店出的，对 ，iPhone 店出的四 S 是吗？对呀，反正是贪吃蛇是诺基亚。哎，这别说这个，不是贪吃蛇，嗯，就是一条伟大的长虫，就是蛇，白色的蛇，对，它的故事，哦，讲究是四个人物，哎，四个主人公，赵雅芝，嗯，赵雅，叶童、张曼玉呀，赵文卓呀。阿萨呀，黄圣依呀，哎呀，很多很多，是你很多就记这几个女的呢，你就，我说赵文卓没有，你甭说这个，那管什么用啊？这电视剧电影都看了啊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你瞧瞧那书有功夫，出版了吗？这这废话，胖宝贝出版了吗？你叫谁胖宝贝儿啊？我跟你熟吗？我跟你。白蛇传出版了吗？废话，不出版怎么拍啊？你上单图去看一看。那我上有没有白蛇传这本书？你等会儿，我根本就没有。你等会儿，我上哪儿瞧瞧？单图，单图是哪儿啊？西单图书大厦。您这学问高了，我还以为外蒙呢，我还以为什么都不懂。还单图西单图书大厦没有白蛇传这本书？没有吗？没有。有什么呀？有这么一本书叫做《新白娘子传奇》。您说那是盘，后来拍成了盘。哦，讲究就是这四个人物。后来拍成了盘，后来就这么拍成盘了。啊，你说这你有没有我们人类的思绪啊？你，你别糟蹋人类行吗？你，不什么叫人类？那书能拍成盘吗？我听你这话头是拍成盘了吗？摄像机的方式拍出来，做成了盘。你先等会儿，怎么做我不管，你再怎么拍的你都来一遍，我想等。您那摄像机什么样的呢？摄像机啊。啊。您摇头尾巴晃，你吃了蛆了你？啊。吃它干什么？你说这模样干嘛？这晃晃悠悠的这个。就拍成盘就完了，做成了盘，嗯，讲究是四个人物。您说这书叫什么名字？《倚妖传》，对对吧？嗯，讲究白娘子，对，白娘子白贞素，嗯，还有一个白贞素啊，哇，这娘们一点油水没有，透的那么脏，谁脏啊？啊，白素贞，对，白素贞，哎，素贞啊，啊，豆制品，您这是素贞。素贞，素贞，哎，还有一个许仙，许仙，姓许名仙，字三多，对，家喻户晓。许三多，这爷们还当过兵呢，是怎么着？这个啊，什么叫当过兵啊？许汉文，许汉文，哎，还有一个小青，小青，范海儿，这么四个人物。范海儿啊，范海。咱们现在是不是在北京？是在北京啊。是不是应该说北京话？对呀、啊，范海儿怎么了？不是，您这个不能倒着字儿，这得说范海，范海儿，范海，北京话，谁教你的？北京话吗？怎么说北京话？真的，范海儿，马姐，这街坊二哥，这是施主啊，耍流氓去？哎，对，这是和尚吗？这个？咱就说这个意思。哪个意思？法海，法海四个人物，嗯，其中最讲究的还是白娘子和这个三多兄。哎，这说了吧、汉文兄，哎，他们两个人的凄美爱情故事，这是故事主线。那么说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？嗯，我给您讲解一下。太好了，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。您这个没有日子。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，在一个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，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。许仙抬头一看，哇塞，大美女！哎，对，他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，对对对对，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。哎，对，王婆，王婆正嗑瓜子呢。哎呦，哟，许仙大官人来啦！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退了。哎，对，
您别胡说了，非常的凄美。这什么凄美啊？这不胡说八道的吗？这不是？哎哎，怎么呀？我记得你卖过炊饼啊。我卖。是不是他？你听听，我听着什么？我听听，我卖过炊饼啊，我还记得你卖过脆梨呢。我卖脆梨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都看见了。哎，这是，你要不看见，我不至于出事儿呢，你知道吗？您这说都什么呀？是这样的，好好说。有这么一本书叫做《玉妖传》，对，讲究的就是白娘子的故事。嗯，有这么一个小牧童，前去放牛。牛棚在路边上发现一条小白蛇，小蛇奄奄一息，要死，马上就要死了。哎呦呦，小牧童心生怜悯啊，把这个小白蛇呀给弄家去了，给做熟了。什么叫做熟了？这哪有口气鲜呀？给他弄好了，弄家里治好了啊。哎呦，给他疗伤，给他敷药，时间长了好了。这环保组织这是。嗯，后来呢，给这个小白蛇放回了峨眉山，放生了。等到1000年以后，哇，小白蛇修炼成仙，带领着自己的妹妹小青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。哦，妹妹。有的朋友说了，嗯，小青是白娘子的亲妹妹。啊，不对。对呀，不对，这俩是亲姐妹，有考究吗？这俩都是佛呀，亲姐妹啊。不是。怎么不是啊？如果说她是亲姐妹的话，啊，你分析分析。我分析什么呀？白娘子是什么色的长虫？白，这么白的。小青呢？青色、绿色。如果说她们是亲姐妹的话，啊，她们的父母是什么色啊？哎，她父母青花瓷啊。那她爸爸周杰伦呢？哎，对，没有啊。您这什么话在这？邻居妹妹。哦，不认识，这是。又叫林妹妹。哦，哎，这好。改名带玉了，下山来寻找自己的恩人，带着妹妹。小牧童投胎转世好几代，十世变成了许仙。嗯，许仙前去游玩，哪儿玩呢？清明节这一天，在西湖边上去游玩。好日子啊！你们家清明节是好日子呀？现在国家给假都是好日子。你给你爸爸上坟去，你给你爸爸上坟去，你给你妈上坟去，你给你妈上坟去，在坟边上放过，非得上坟边去是吧？放碎屑民族风啊？没听说过，像话吗？这从这蹦出去了怎么办？像话吗？没有这什么话，这就前去游玩，怕兄弟在西湖边上边走还边唱，许仙还唱呢，喜欢唱。唱什么呢？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，看那桃花开。嘿，您等会儿吧。嗯，许仙干嘛唱这歌啊？这歌怎么了？这歌谁唱的？阿牛啊。不是，他干嘛唱这个呀？他是个牧童啊，他放牛啊。哦，这个牛转世就是阿牛了。嗯，哦，他唱他的歌没有版权。哦，这倒是省得网上骂街。嗯，对了，边走边唱。对，嘿，这个白娘子和小青在山顶上寻找自己的爷们。哦，对，这俩女流氓吧，这不是找爷们？哪一个是我的爷们？嘿嘿，看你看着哪一个了？让小青看出来了。小青，原来姐姐应该寻找自己的爷们，那叫恩人，我得帮他们促成一段美好的姻缘。怎么帮忙？小青手掐诀口念咒，霎时间云长西北，是雾奔东南，呼风唤雨，小雨啊淅沥沥沥可就下起来了。哎呦，下雨不要紧，嗯，许仙一瞧下雨了，嗯，我得回家。是，引出来游湖借伞。哎，对，白娘子已经在床上等着呢。嗯，你手里等会拿着一把伞。等会您这发展的太快了吧！白娘子在什么上面等着？船上。你确定是船？我说的就是船呢。哦。我说席梦思了吗？那你不必说席梦思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木床上这么等着呢。木床上还？木船。船，对呀，
不是床。我河南人，你甭说这个，我有口音。你没听说过，有口音的地方可不对，知道吗？在船上等着呢。哎呀，引出来游湖借伞，是三个人算是相识了，头次见面。三个人回家结婚生孩子。嗯，按说喝点吧，喝点吧，喝点吧。好，您这个故事太乱了啊！又怎么了？仨人结婚生孩子，啊？不是吗？废话，这里有小青什么事啊？哦。白娘子和这个许仙结婚，小青旁边看着。哦，对，看着，伺候着呀，伺候结婚，他得盯着，伺候着。都是妹妹帮忙。对呀，你说清楚了，他得帮忙啊。哎呦呦呦，按说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幸福，那神仙了，很美满。嗯，其实不然，怎么的？当中有人破坏。谁呀？金山寺老法海。哦，就耍流氓那个。臭不要脸呐！他跟你耍过流氓是怎么着？他跟你，我都恨死他了，我都。你恨他干嘛？过去的人呐都迷信。对呀，家里有人有病了，有灾了，不去瞧病。啊，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祷告，求神仙。老法海指这个捞外快。哎，外快，嗯，就是香火钱。自打白娘子去了以后，开了一个药铺，对，叫同仁堂。嗯，乡亲们是，等会儿。同仁堂啊，什么保安堂？保安堂，哎，相信的是奔走相告。嗯，这个时候白娘子治好了我的牛皮癣，这皮肤病啊。那个时候白娘子治好了我的白癜风，这还是皮肤病。更有人说了，白娘子治好了我脸上的脚气。嗯，还是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我听都新鲜啊，这脸上有得脚气的吗？他让人家踹了一脚，那也得不上，隔着鞋呢，澡堂子里踹的。澡堂子都踹脸上了啊！好，这位泡澡溺水的是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那不知道你说，反正抹了一脸的达克宁，时间长了，哎，那不是有达克宁吗？好了，哎呀，乡亲们是奔走相告，对对对，再也没有人去金山寺法海那儿烧香祷告了，不信了。老法海心里琢磨了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是是，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有人来了呢？没有送钱来了，我得算一算。老法海有法术，哼，别慌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有法术，天堂跟阵，嘿，哟，你这手算不过来了，去离婚队这都得算，嘿，有能耐，你说这没听说，我脱鞋讲话了，算出来了，算出来了，原来啊，有两条长虫从中作梗，就两条蛇呀。我还两条蛇，不行，怎么的，我得去找他的爷们，又算出来了。没有等法海去找许仙，嗯，许仙来了，上庙里来了，金山寺法海这儿烧香来了。哦，哎呀，让这个老法海逮着了，俩人碰见了，跟他说几句。哦，这是法海，老方丈，这位师叔，得道的高僧，且慢行，多有礼貌。怎么的？您说，这许仙怎么臭流氓的范儿啊？施主，据我所知，嗯，你娘们儿是个长虫。这什么和尚这家？刘花，怎么说话呢？怎么说话呢？不爱听了。你娘们才长虫呢。对，骂街嘛，这不就是？施主，嗯，我没有娘们儿。哎，对，他和尚啊。那你也不能说我娘们是长虫，哎，知道吗？再废话，嘿，我抽你信吗？打架。施主，那这和尚该死练。休要抽我。这是和尚，这是姑子，这他真的是个长虫。别说了就，白色的。行了，这长着呢。别没完没了。真的。别说了。哪那么些废话呀？对呀，啊，我揍你啊！哟呵，对你，哎，这还是许三多那个，嗯，施主，啊，这和尚好脾气啊，休要怼人家嘛！你装什么嫩呢你？他真的是个长虫，男孩绷不住了都。你怎么知道？啊啊啊！什么证据？你拿出证据来，施主，
这和尚老贱不缩缩的呢。施主，哎呀，没有证据。你撒什么娇啊？听着。但是呢，我这有一瓶雄黄酒。哎呦，回家让他喝了，他就会炫元神。还炫元神？哎呦，许仙一听是半信半疑，他不能信。得了吧，嗯，拿着这瓶雄黄酒回家了。是，引出来，五月端午饮雄黄，误饮雄黄，白娘子误饮了雄黄酒，嗯，现了原形了，变了，变成一条巨大的长虫，真身，当时就把许仙给吓死了。那是，许仙一想，哦，还真大，死了，好，死的还真卡通啊，吐血而亡，那这不哪地方吐血这里头，得亏小青，懂法术，是把自己的姐姐骂她回来。骂他回来啊！小青是个雕塑家似的。白娘子醒来一瞧，嗯，坏了，哎呦呦，我爷们死了，你吓死的，我不能做寡妇长虫。哎，对，什么话这？我得救他，怎么救啊？引出来仙山稻草，啊，盗取灵芝仙草，把灵芝草盗回来，嗯，把许仙救活。是，许仙醒了以后，心里琢磨了，琢磨什么呀？那天我看见的是长虫吗？是吗？嗯，怎么话？不行，我得去新山寺法海那儿。再去问一问，问个明白。许仙二一次来到金山寺，嗯，老法海说了，和尚又来了啊，施主怎么样啊？啊，现原形了吗？现了吗？现了。你还是摸着立马变赵四了呢。现真现了吗？啊，真现了吗？白吗？是，人家媳妇儿你问着吗？白。哎呀，就别回答了，这呢。长吗？哎，这这不臭流氓吗？是不是？嗯，哎呀，问什么答什么。施主。还有回音儿呢，那就别走了。怎么着啊？在我这儿待着吧，把许仙留下。我这儿除了没有美色，什么都有。多没劲呢！在我这儿待着吧。许仙都没敢走，留这儿了。一天没走没关系，啊，两天没走也没关系。是，到了第三天。想念自己的夫人，三天头上想媳妇儿，怎么办？啊，烧香祷告，哎，在庙里，前面有一尊大佛，泥塑，许仙往这一跪，啊，张嘴唱上了。哦，对，怎么又唱上了？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？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这求佛是许仙的原创啊！啊，好家伙了，他没办法呀！哎呀，几天没走，嗯。白娘子心里也琢磨呀，也想，这都好几天了，嗯，我爷们干嘛去了？这好几天你才想起问来，您这心也忒宽了。嘿，啊，这怎么话说的？嘿，我跟你说，干嘛这是？算一算，哎，也算算。哎，你说这，这干嘛？这点烟灰呢？掐尾巴算一算，还真没听说。捋根棍跟这干嘛这是？这有什么可算的？啊，行行行，好，点烟灰的，看见不？翻出来了。哎呀，金山寺法海那，去吧，去呢，不能自己去。怎么呢？带着小青去。带着帮手。再看小青啊，旁边正逮苍蝇吃。我这，这是饿来着，这是。行，啊，别吃，别吃，跟姐姐打架去。哎，对，我这是个闯祸的这个。哎呀，这苍蝇真恶心。好。好。姐儿俩来到金山寺，来了，找着老法海，嗯，跟他说几句啊，得说话呀。孩儿，哎，对，孩儿，这什么话这叫？还我的爷们！好家伙，这独立来了，就是。法海，严肃点。谁不严肃了？这位女施主，嗯。
我这儿没有你的爷们。对，请回吧，拒之门外。这什么话呀？哎呦，我爷们就在你这儿呢。啊，还给我。哎呦，快点。嗯，没有爷们我不行。您这瘾头忒大了呀。这位女施主啊，我这儿真的没有你的爷们。没有没有，你卖什么萌啊？跟着此乃佛门禁地，你还知道啊？请回吧。哎，给不给？没有。不给我弄死你啊。哪那么大仇恨呢？弄吧。啊，这什么和尚？这是好，这是你说的。哎，清风宝剑抽出来啊，俩人噼里啪啦打起来了。俩人打着了，打着打着坏了啊，白娘子打不过他。哦，没人法海厉害。不是，怎么着？身怀有孕，带着孕来的，怀着许仙的孩子呢。哎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喊小青。喊青。小青正在旁边逮苍蝇。哎，这小青怎么这么饿呀？吃啊，别吃了。哎呦，姐姐弄不过他。哎，替姐姐盯会儿。还替盯会儿？姐姐啊，去你的吧。啊，去。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这小青怎么说话呢？怎么了？是帮是不帮啊？帮啊。什么叫去你的吧？就是走你的，我跟他拼了。您这是这意思吗？是啊。怎么跟我们说相声的似的？怎么听着？你们说相声不要脸，去你的吧。谁不要脸呢？人家这是走你的吧。哦，不一样啊。嗯，白娘子走了。嗯，其实呢，搬救兵去了。搬什么呀？搬来了五湖四海三江水。哎呦，引出来水漫金山寺。这书里有啊。水漫金山寺不要紧。嗯，白娘子生了孩子了。生了，在水里生的孩子。哎呦，这叫什么知道吗？这叫什么呀？水产。哦，这叫当今很流行的一种分娩的方式。白娘子下俩河螃蟹是吧？什么叫河螃蟹？什么叫水产？一种分娩的方式，水中分娩。白娘子生了孩子以后，让许仙看见了。瞧见了。坏了。什么叫坏了？我错怪我的娘子了。你怎么知道啊？她真的是个人。你哪儿瞧出来的？如果说她是个长寿的话啊，她应该下一蛋呢。哎，下全明白啊。她生出一个男婴来。嗯，我错怪我的娘子了。对对对，娘子带领着自己的娘子还有孩子许世林下山来引出来断桥相会。您先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要说这个断桥相会，打住吧，得唱几句。你别唱几句了。许仙带着白娘子带着孩子下山了。嗯。小青呢？小青不管人家了，跟范海结婚了。哦，这啊？你这不胡说八道吗？谁胡说八道了？你有什么证据啊？有根有据啊。你说。小青跟范海结婚了，生出一个孩子了，叫海清。叫海。别给咱们惹事儿了。叫海清，什么号呢？海清的模样。嗯，还是有点那意思。哎，断桥相会是。要说这个断桥相会呀，得唱几句。唱什么呀？朋友们，歌曲表达不了白娘子内心深处的东西。现在没有啊，就连这个。古曲，古曲，大鼓，都表达不了，唱不了，必须呢是戏曲。哦，戏曲，京剧能表达吗？啊，它能表达，能，但是没有河南豫剧表达的好。啊，您是河南人啊？豫剧大师常香玉唱这个《断桥相会》，把白娘子内心深处的东西全都给唱出来了，淋漓尽致，特别特别的好听。是吗？当时我在河南呢。啊，台底下有2000多观众吧，2000全都给唱哭了，全噗呲呲的眼泪直往下流啊，还有的同志闷闷的哭啊，特别的感动，朋友们。这样吧，今天在座的各位，一会儿回家上网听《长相遇》。等会儿，等干什么？你压着没？不是你说半天我没理你就完了啊？刚才说我们京剧这表演不行，哦，河南豫剧行，你是河南人我得理解啊。你说河南豫剧行就行吗？你还说什么长相遇？嗯，跟台上唱这个断头相会，嗯，台底2000多观众，嗯，让全给唱哭了，慢慢的哭啊，还慢慢的哭，还一头牛是怎么着呀？他的抽泣呀，甭抽泣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2000多观众哭了，您这胡说八道，没有听戏听哭了的，替古人担忧。你说一两个哭的眼窝浅，我信，2000都哭了。胡说八道吧，这不是？
你吃了子弹了你？你吃了炮药了？怎么说话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您这个不符合实际情况。谁不符合？吹牛这玩意儿。朋友们，一会儿呢回家上网听《长相与断桥相会》，特别好听。您呢肯定得哭，是不是吗？虎皮家里没有网怎么办？旁边有网吧，用你盖上网，用你盖吧。干什么？不是你们干什么呀？您这胡说八道，夸大其词。谁夸大其词？你。你往小弟下蛋呢是怎么着？这样吧，各位，干嘛？也别上网听了。怎么着？我给您唱一回行不行？您就得哭。你唱啊，我就得哭啊。我告诉岳云鹏，长相玉来了唱我都不哭，长相玉要是来了我就哭了。你哭什么呀？死好几年了。那完了啊，更不哭了，不哭。我是你了吗？那怎么就不我呢？大伙儿就得哭。凭什么不哭？凭什么哭啊？听相声的哭像话吗？行，大伙儿您拿，爱哭不哭，您去买票了，我管不着。你就得哭。我看我买票就得哭。你没有买票我就不哭。不要脸你就得哭。我就不哭。上台上听相声来了不要脸。什么叫上台上去？没听说过啊。我告诉你甭拿这话攻击我，没有用，就是不哭。你就得哭。我就不哭。人家这个戏特别的苦啊。苦吧啊。苦啊，苦也不哭。特别的悲，悲也不哭。特别的哀，哀也不哭。没你这么轴的，我就这么轴。没你这么硬的，我就这么硬。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，我就这么。你不是东西，你要的谁呢？甭废话啊。什么甭废话？拿这个干嘛？擦眼泪。哎，擦眼泪没有。各位，准备好您的手绢，最好是绢帕。准备好您的纸巾，凭什么？湿纸巾就不要了，最好是干纸巾，心相印的最好，厚啊！你管着管不着人家，就得哭，就不哭。我唱一回，别废话啊！废话就不哭，哼！凭什么哭？你唱更不哭了。你喝着开水了你？你是干嘛呢这你啊？抽气。我甭抽气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不哭你哭不算。当然不算了。好，别我们不哭，你这哭的好都快化了。你哭不算啊。你准得哭。我准不哭。哎呀，你才要死呢。不领领就完了，那么些废话呢？你说的我头头了。准得哭啊。准不哭。笑什么？好笑吗？这还不好笑呢。您这半天有一句词儿吗？你这前列腺液都快出来了。你有一句词吗？这那么些废话我得酝酿啊。你这酝酿什么呀？你这吐怎么抬着唱不就完了？好啊，我勾什么呢这是吧？回忆不在你心心哪。法海心内手。我告诉你姓孙的，干嘛？你不哭行，不许乐啊！我乐还不行？不行，因为你没买票。
没买票不许乐是吧？对了。哦，行，过分也不能乐啊。人家买票了啊，那也不行。就这么大脾气，听他唱戏受管制。哎，大概又忘哭了，忘哭。你这不哭不唱名号吗？酝酿吗？你酝酿什么呀？你酝酿要上厕所就不好。会不该你听信呐？法海情难守。生啊你！为酒一刀令知我蓬莱山走啊！白鹤冲他当起路。你痔疮犯了，我把剑抽，我早该抽你我。眼看看战不过我白刀山口啊，你掉下去了你。多亏了南极星，闹鬼什么什么。战力在源头，我把咱恩爱情说明前后。大锁灵芝草，转回古州之后兵。不念咱情深以后啊，谁叫你上金山呐、你等会儿，你怎么哭了？你踩我脚了。